再接着拍啊，今天真是机会很多呀，介绍我自己的机会啊，或者我最我最爱好的海景，我当时想上去参加一下，结果人家都好像有组织的，对的那个背心的颜色都是一样，这边这个好像有一个观众能加入进去，穿了个蓝背心，大家看着男生长头发的男生，偶尔他们缺一个队员呢，我才能加入进去。所以呢，现在就是看样子没机会了。不管篮球、排球还是什么，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我看到一个这个叫什么？那个跟我的原来的那个职位很有关系的啊，所谓职位就是职业啊，对。说因为他这儿不让拍摄，所以我都是偷拍的。就是说这个注册理疗师包括脊骨神经包括那个物理治疗，包括还有脊骨神经物理治疗我们叫推拿师这三种还应该还有有些英文我不太熟悉。我虽然在这个行业里在温哥华工作了，在这个我来了20年，但是我只有10年在这个行业里工作。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行业在发达国家呢就跟开餐馆一样很有市场，因为是人的健康或者就是说生活吧当中都是要吃饭或者就是说要做理疗的，大家工作压力比较大嘛。那么英文名字好像刚才我说了是中文名啊，这个我在这个行业这个在温哥华做了10年。那么这个英文名字是脊骨神经是 chiropractor， 物理治疗师是physiotherapy， 还有一个是物理registered therapist massage， 这个是注册按摩师，就说这些牌照叫 license。都是考英文，要有最少雅思啊托福，你有这个水平的，哪怕初级水平你都可以去考，学习大概3年左右吧就可以拿到这样一个牌照 license， 然后你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医疗行业的理疗师的行业，你就有保障了。工作一个小时呢，这边都是按小时计工资的，工作一个小时呢大概是100美金，或者叫做100加币吧，大概相差20%了。还是那句话，前10年前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对不起，人家都怕照，人家就赶紧换个地方。10年前呢是1:1的比例，所以我有的时候说美金，有的时候加币，大概差不多了，好不好？这个行业你看他们也不让照，我这偷偷的照。我是做老板啊，我开了2家店，当时在华人里边我开的就是说300平方米吧，算是比较大的店。离婚之后就给了我的女儿、女婿、太太他们3个人，我就净身出户了啊。所以有哪些女朋友喜欢我这个行业的和我这个老人家的，就加我的微信 TJ 王2003 TJ 王2003，就是说 TJWANG 2003，这个微信号啊，
我一些男士同胞们就不要加了，说实在的，我有点那个叫什么呢，对男士皮肤过敏。我说实在的，我给客人做按摩的时候，男士我都给他盖一个床单，那个我一接触皮肤啊，男人的皮肤我就会起鸡皮疙瘩。不好意思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加我微信的好多男士，实话实说，还有个别的同性恋同胞们，我不是反对同性恋啊，我不行，真的不行啊，所以希望这些同胞们也别骂我。哎呀，有的就直接开骂了，一看我不加男士，直接就开骂了，骂得很难听，也是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别骂我啊，就是把我的职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没有考到，因为我的英文水平不够，要这边叫高中生叫12年级以上，才就考大学了。好像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是小学，6年级、7年级、8年级是初中，9年级、10年级、12年级吧是高中，大概是这么分的。十二年级以上的英文水平呢，就可以考刚才说这三个license， 或者一个叫注册按摩师，一个叫脊骨神经科医师，一个叫物理治疗师。还有刚才说了，我一下英文还是不太好。这个拿到了以后，就像我们中国的叫做公费医疗，你就可以了，拿到公费医疗了。你就不用发愁，天天说到餐馆出苦力啦，或者到这个什么，像我做的啊，就是只有证书 certificate， 这都是出苦力的，一小时才30块钱的收入，是吧？他们刚才说了注册的，他们一小时收入，100块钱，就是100美金或者100加币。所以希望咱们年轻的移民啊，来了以后，特别是在国内要把英文学好，来了生存非常容易。这边北美这边是缺少劳动力，特别是加拿大，到处职好多职位都请不到人。你比如说原来我开公司的时候，包括一个前台 reception， 请一个能干的，餐馆里请一个刷碗工，都很难请到啊，所以各个行各业这边都缺人。所以为什么加拿大把投资移民的市场给关闭了呢？把投资移民的市场关闭了，只要这个叫什么技术移民，或者就是说留学生转工签的非常容易现在。所以希望大家多学好英文，到这边来打工，比在中国大陆打工那真是幸福得多。刚才说了，有肉吃，有鱼虾吃，有暖气，有冷气，工作的场所啊。然后早晨洗澡，晚上洗澡，任意洗。虽然生活成本高一些啊，但是享受也过于我们国内啊。所以呢，哎呀，在这儿是不是又是？